太太来啦。哎呦，小心！哎呀，跟这里一样一样的，小像吗？我的妈让他当哑巴了。我感觉长得也像女孩子呢。还是的，你们小脸就比他哑巴一点。还能吃了？能吃啥呀？什么都不用买，那俺家那个鸡鸭鸭买这买那，什么都不用买，什么都不吃。啥子是吧？养一下。我今天着急很着呢。哎呀，我那不是着急在干呢。下奶是不是？嗯，那下奶就。晚上熬给你。吃瓜熬汤最好了。东东，你有几个太太啊？这四个都是太太哦。他奶奶打电话过来了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我们家四个老丁，四个太太，四个爷爷奶奶，外公外婆。你看弄的多乖。给太太吃。给哪个太太吃？你喜欢哪个太太？好，你带太太去看看弟弟呢。抱出弟弟啊，来了。哎呀妈！太太哟，慢点啊，你手懒的，手懒的看上面。讲了还说讲，这抱了，这你娃抱了，这四个太太哦，我说脱裤他就脱了，不能脱裤子，娘娘，太太哦，四个太太，你有几个太太？吃的好，给放铺上睡，放铺上抱，人家抱，抱抱。头发比弄弄头发好哈，头发比弄弄头发好。啊，这头发好，那几根头都不去理。弄那又是绒毛，你这个毛秃的呀。他的黄毛，这是头发。那个就跟苍蝇吃大脚吃多了。哎，乖，你知道。哪有？真有。我们是的呢，放这样是乖的。我还没听说过呢。赶紧联系，让他给看看。来，把裤睡啊！哎呦，抱起来吧。我看看这个太太，看看这个太太。俺那没来那个名堂名叫紫妍，叫紫妍。季子言，诺诺妍妍嘛，诺妍。你给人家提名字，看行不行？谁哥？朵朵提什么名字啊？不知道，还没说了。又是这么多一个标准。给这个小名。叔叔给你起个名字哦，要不要啊？宝子不呢？宝子。行哦，不要抱的是吧？容易抱惯了是吧？我家的我吃，你不吃啊？我吃酒有哦，都是我干的叶子呢。够不？是不是我给你赔的钱？我把这个给你留着，俺就行了。不要，先吃蛋，先吃蛋。我要吃这个，我今天吃。大夫，我在这顶多吃这一天，我一百多个。吃饭。先吃蛋，再吃饭，把菜吃完了，再吃饭。哎妈，你那白天菜也没吃。那是吃不着，我就不能吃。俺老来八十二号。俺九零八十一啊，俺九零七十六，俺九零七十六，俺九奶奶，我七三，七三，俺奶奶，七十七啊，四个人加在一起，三百多岁喽。
就俺家这么齐全，都在了，是不是？四个老太都在这。诺诺，诺诺，老太来了，你不跟老太玩一会儿吗？你给我多在那看电视了，行啊。就怕个老师走，这个怕个老师走，那个啥几个老太啊？几个太太啊？有四个。看电视呢。看吧。